好的，各位现场花莲的球迷朋友，台钢雄鹰总的鏖战十局胜利啦！好了，今天两队的球员真的在场上都非常非常的卖力，鏖战了十局，最后由台钢雄鹰获得2-1的获胜。在这边，我想也要跟球迷朋友先来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中华职棒总共台钢雄鹰在延长加赛，尤其是在后攻的部分，我们5战4胜，给我们球员一个热情的掌声。接下来要为各位宣布今天晚上的单场 MVP， 就是我们的先发投手后进，热情掌声送给后进。好的，我们先邀请我们英国皇家会员吴明慈小姐来为我们后进戴上我们金色的 MVP 专属球帽。哇，后进是第一次荣获我们 MVP 这个殊荣哦，在主场。好，我们邀请两位先一起看一下前方的媒体朋友。好的，接下来邀请我们英国的会员方胜祥先生来颁发我们手机壳赞助商赠送的手机壳一枚。好，我们一样邀请两位看一下前方的媒体朋友。好的，谢谢。那最后呢，今天我们花莲县的副县长从头做到尾为我们台钢雄鹰加油，所以要邀请我们副县长来为我们后进披上这个魔法披的殊荣哦。我们先给副县长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真的做整场为我们台钢雄鹰加油。好，我们邀请副县长还有后进一起再一次看一下前方的媒体镜头。来，副县长，我们看正前方，谢谢。 OK， 好的，热情掌声送给我们副县长，谢谢，感谢您今天亲自莅临我们台钢雄鹰主场为我们加持，让我们顺利的拿下这一场的胜利哦。好的，我想邀请我们花莲，不管你来自花莲，不管你来自高雄，不管你来自全台湾各地的球迷朋友，再给后进一个热情的掌声。好，我先邀请后进跟现场球迷朋友打个招呼。Hello, thanks for coming out, appreciate it, guys. 大家好，谢谢你们各位的莅临，谢谢你们。好的，我想今天后进先发了5.1局。那其实大家都有发现他后来因为脚步不舒服就先下场，所以我想各位球迷朋友一定都很关心后进的脚他的状况怎么样，是不是邀请他先来跟各位球迷朋友说明一下。 Yeah, thankfully it's just a cramp. I did everything I could to try to hydrate, but I guess it just got drained out. So yeah, just grabbing a little bit too much to keep going, but we'll be good for the next one. 就是稍微的抽筋而已，那就是他也尝试着保持补充足够的水分，但很可惜可能就是还补充不够，但下一场比赛是没问题的。 OK， 所以至少我们知道后进只是稍微一点点抽筋，代表他的脚是没有问题的，再给后进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好啦，后进今天真的丢得非常非常精彩哦。那想请教他有没有印象是第几次来到花莲这座球场。I believe this is my third time being here, and I think I've pitched here all 3 times now. Okay. 他记得这是第三次来到这座球场，第三次来了，然后每次来都每次有投球，所以第三次投。Little different circumstance since I'm starting and not closing. 但状况有点不一样，今天是先发，之前都是后援。对，但是我相信他在花莲的表现真的是一定非常非常精彩，尤其今天拿下真的非常非常精彩的表现哦。那我想最后邀请后进来分享一下，来到台钢雄鹰之后第一次站上这个 MVP 颁奖台，有什么样的心得跟我们球迷朋友分享一下。 Oh, I'm very thankful. I think that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me to be here. I love this team. We're a bunch of competitors and we are going to always give it all we have. And I'm very excited to be blessed with this MVP.
他很感激能来到这边，那他觉得这边他很爱这支球队，他觉得这边每个人都是上场要跟人家拼搏的，那也很高兴今天能在这边获得这支比赛，然后获得这个。OK， 我们也非常喜欢后进哦，最后邀请后进来跟现场这么多热情今天来到现场加油的球迷朋友来说几句话。Just thanks again for coming out. Hopefully you see you guys out here tomorrow night. And then hopefully we see you in Kaohsiung or something as well again. Thanks for coming out. Love y'all. 今天再谢谢各位莅临到这球场看我们比赛，那希望明天也能看到你们，然后当然在高雄澄清湖主场希望也能看到你们，那爱你们。我爱你。哇，谢谢后进，我们也爱你。那其实球迷都会敲完后进，虽然脚有点不舒服，但是简单的舞蹈动作他 OK 吗？Maybe a little bit if I don't get in trouble from the trainers. 一点点，如果训练员没问题的话。好的，没问题，我们就邀请后进来一点点一小段，我们邀请篮网之歌一起。好的，再一次热情掌声，我们最后送给后进 ，We love you，Thank you， 谢谢。因为后进真的脚不太舒服，我们真的也不要让他跳太多，适可而止就好了。谢谢啊，后进准备要签我们签名球了哦。好的，真的再一次感谢这么多热情的球迷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花莲县立棒球场来帮台钢雄鹰加油。